天凉了啊，我们买点换季的衣服。奥特莱斯去过没？没去过。所有第一次去奥特莱斯的这个小伙子，就和第一次去会所的小伙子一样，都非常的后悔，后悔没有早点去。所以今天就带你去看一看奥特莱斯的东西到底有多便宜。走着。耐克的折扣是折后再打七折，阿迪的折扣是折后再打五折，李宁、匡威等甚至一折起。这次奥莱到底买什么呢？给大家展示一下，匡威白色短袖买三件打三折，阿迪送出来60块哦 ，AJ 的翻领 T 打完折99，买了一条耐克的长裤打完折199，这件阿迪的 Color 联名打完折550，阿迪的羽绒夹克打完折350，哥伦比亚鹅绒的马甲打完折650，哥伦比亚的一个冲锋衣外套打完折也是一个550，耐克的一个翻领 T 打完折99，李宁的一个条呢外套打完折799，李宁的一个拖鞋现在打完折99，匡威1970S 打完折201。耐克的打完折300几块，阿迪的贝壳头打完折200多，匡威的口罩打完折150。那我买这些东西一共省了多少钱呢？展示。省了9000多，怎么样？另外，我们以后所有的包治好物测评视频都会放在老妹买啥这个小号上，感兴趣的关注一下。捡便宜，我们是认真的。下期再见，拜了个拜。